上一期的视频呢，我用市场先生来把市场比喻成是一个人，他呢就像是一个很成功的销售员，每天在你面前推荐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给你。这些呃投资产品看起来是五花八门，非常的诱惑人。但是作为投资者的我们，我们经常只是看到一个东西的价格，而忽略了这个东西背后的价值，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计算一个东西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我的视频中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投资，你一定要投你自己所懂的。有一句我经常挂在自己嘴边的话，叫做什么？不懂，不投。 我希望大家严格的记住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很多初次的投资者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比你人生中第一次投资就以失败的经历来告终，让你觉得更惨痛，同时对你将来投资的信心也是一种很严重的打击啊！所以，为了帮助很多首次的投资者，我经常会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投资吗？ 投资，你就要从自己生活中每一天都要使用和你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这些东西来作为切入点。为什么？毕竟你作为啊、呃、终端的消费者或者某一个产品的终端使用者，你多多少少总是对这个产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同时它会让你更有欲望去深度的了解它。 我最近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在投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连这个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把钱砸下去了。他们问我这个东西好不好？啊，我不知道。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呃，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在微信公众号收看我的视频，那我就会问你：那腾讯这家企业，这个庞大的生态圈，它有无穷无尽的用户流量。 那你觉得它将来的盈利空间是不是有可持续性的增长能力呢？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你在 YouTube 观看我的视频，我就会问你：谷歌这家公司作为全球科技的领航者，最近那个 I-O 的那个发布会，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啊？对不对？那谷歌会不会是一个你喜欢投资的公司呢？ 如果你在 B 站观看我的视频，Bili 的社区文化非常的独特，对吧？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弹幕系统，用户的粘稠性又很高，对吧？用户的年龄层又很年轻。那么，作为 B 站的用户，你觉得它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B 站最近在纳斯达克刚刚上市，它的股票代码是 Bili 啊，B, ili, B I L I。另外， 嗯，对于很多老的投资者，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很多人经常就是关心一些大人物，大人物在新闻、电视里面说一些什么东西，而忽略了呃身边的小孩子。我觉得最近，我觉得小孩子是一个很有趣的看点。为什么？我觉得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关心一下小孩子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不要总是带着负面的情绪去觉得啊，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我跟你讲哈，这些小孩子有一天是会长大的。这些小孩子就像我们一样，有一天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将来的样子，是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的，是跟他们的兴趣爱好、跟他们喜欢的东西、跟他们的品味是有直接关联的。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哈，嗯，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毛病？ 大家好，我是小狼，你正在收看狼爸爸的工作室。贪婪与恐惧是人性中的两大特点。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就是市场崩盘。我希望大家来跟我一起假设一个场景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你一个人独自的站在街头。好，这个时候一大波人群正在向你跑过来，你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好，我先问你，你的直觉告诉你，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跟着跑嘛，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现实一点讲，你可能会犹豫那么一下下，然后马上跟着他们跑。好，这种羊群的效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体系里经常会发生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且逆着潮流去奔跑的这种可能性，我从来不是说没有，我只是说非常非常的小。在这里，我们假设的你不是一个人站在远处的观望。 你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者，好不好？我再给你一个假设哈，你来到了一个城镇里找地方吃饭哈。我先问你哪家饭店的菜好吃？你现在放眼望去，饭店 A、B、C 都是没有人的，无人问津的，而饭店 D 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你会不会觉得这家饭店比较好吃？ 肯定嘛？为什么人对陌生事物在没有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总是会根据表面的现象做出一种直觉判断？人是一种感性的动物，哈，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决定都是由一时冲动而造成的，哈。那么，把这种潜意识里的直觉判断放在我们今天的股市也好。 避世也好，一个看起来应该理论上似乎应该是很理智的市场，我跟你讲，它并不是哈，它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当时的情绪来推动的，来组成的。随波逐流这种每个人身上的人性中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很少有人可以避免的。 所以说回贪婪与恐惧，在我前面的这两个例子里面，第一个例子，我想塑造一种恐惧的心理，一大波人正在向你跑，你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你自己又身身在其中，所以对你而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跟着一起跑嘛，对不对？第二个例子是，当你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所以你潜意识里觉得，嘿。 这家饭店应该不错，是吧？在这里，我想营造一种贪婪的心理，就是你看到大家都在那里排队，直觉告诉你那边的东西很好吃，你心里会很期待一顿美味的佳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市场崩盘呢、啊，跟人性中贪婪还有恐惧这两个特性是有很大联系的。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市场崩盘，我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可能经历过。 呃，确切的说，应该经历过三次，呃，市场崩盘。第一次呢是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但当时呢我自己年纪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哈。这个有空我去恶补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二次呢是两千年的互联网泡沫。 当时二零零零年，互联网只有一个雏形，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但是对它将来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不像我们今天那么，今天会比当时更清晰。不管怎么样，当时呢，互联网是一个风口哈、啊，人人都在说互联网怎么怎么怎么了不起，就连我跟你讲，当时疯狂到什么程度啊，就连路边那个卖鞋的，他都说自己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一个路边卖鞋的点 com 嘛。 对吧？然后第二次呢，就是第三次呢，就是零七到零八年的啊、呃、世界金融危机哈、啊。当时我正好在一家美国的基金公司上班，呃，这一次金融危机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哈、啊。呃，具体要讲的话，我们可以额外再做一期视频。但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呢，《大空头》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好看啊，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嗯 <laughs>、um,。 然后第四次呢，就是二零一五年的沪深股市崩盘哈，当时那个千股跌停的画面哈，如今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啊。沪深股市是中国的呃重要股市啊、呃、之一啊，所以我们就拿股市来说的话，牛市啊、熊市啊，这些都是很有周期性的东西啊。在牛市的时候呢，股市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哈。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哈。 这是二零一五年沪深股市崩盘之前，当时什么情况呢？其实每次崩盘都有类似的地方哈，就是一开始有一小部分人在赚钱，对不对？然后这小部分人呢，会跟身边的朋友讲：“嗯，我赚到了钱。”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加入他们，加入他们的这些人也开始赚钱，然后这些人他们也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下，他们跟朋友讲：“哎，兄弟，我最近。” 啊，炒股票赚了点钱，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最后这个东西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情况呢？就是连在菜市场买菜的大妈都会跟你讲，他是股市有消息的哈、啊。你隔壁邻居老王可能一天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要打十二个小时麻将的人都会跟你讲，他是一个会看股票的人，对吧？当时闹的中国是全民在炒股啊，人人都觉得我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我都可以赚钱。 你知道吗？你大家觉得可能吗？可能吗？当最早进入市场的那些人看到了泡沫以后，特别是机构开始带头抛售股票的时候，后面跟入的这些散户，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东西，一看股票跌成这个样子，赶紧是跟着跑呀。所以当时的沪深指数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啊，股市是雪崩呀。 当时你在马路上，你跟别人讲，一听你是什么炒股的，那基本上别人是不愿意跟你讲话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崩盘以后，投资者应该学到什么呢？泡沫啊，它迟早都是会破灭的哈。就像一支笔嘛，一支笔两块钱，我可以拿来写字，那我也可以说。 它是十块钱的一支笔，你可以用来签字嘛，对不对？那我又可以说它是一百块、一千块、啊一万块。我说这支笔可以用来签合同，可以签大买卖，对吧？但是你不要忘了啊，有一天你会醒来，你会发现它仍旧只是一支笔。其实这两期的视频，我觉得大家我们一直都在述说。 我们要买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要投资的项目，特别是涉及到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自己买的东西，而不要去盲目的跟风。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赚钱的机会是掌握在那些逆流而上的少数人手里。直觉上的错误判断，其实是因为对这个东西本身的。 知识缺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知识。那怎样看清一个东西的价值？我想，啊、呃，会是我们今后节目里面经常会拿来讨论和分享的话题啊。最后呢，我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名言送给大家：“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and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中文翻译是：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